你看着我，虽然嘴上不承认，但若喜欢一个人，眼神是藏不住的。海生，怎么会这样？你还记得吗？你我相遇之时，你的素术一旦被刺，我的灵力便会被压制，而那之后，你又晕倒了两次，一次在潭边，而另一次在南渊国。从那时，我便发现我的灵力在不断吸食你的灵力，吞噬你的精魄。那灵魄也印证了你我是灵魄互噬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严重，直至你被我耗死。这就是你当初在南渊抛下我的原因。没错，只是我没有想到这小国王是魔，他竟会害你。总之，你我之间是注定不能在一起的。你早晚要离开百灵潭，过正常人的生活。因此，你对本君的心思还是早一些断了好。这种事虚无缥缈，怎么能因为这种所谓的天意就否定人的心意呢？难道就没有其他方法应对吗？唯一能做的，只有远离彼此。你不要再说了，就算没有这件事，你我人妖殊途，也难有善终。我心意已决，若你想留在百灵潭，便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，若想离开，便随时找孔兰安排。好，我明白了，叨扰君上。